他是功夫精湛的中华青僧，对，他就是仪龙的师弟仪武。今晚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位天才小和尚仪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武僧仪武。现在大家看到这是百姓擂台，我们有特色的这一个环节来擂台。这个消防盔呢是在我们这个百姓擂台海选当中退出的一个选手，来自青岛。这个叫跆拳道的选手。对，你看他这个服装嘛，这道服。而这个一武是第一次登上我们武林擂台，但他的师兄。你像这个一晨啊，一龙啊，是吧？你包括这个李豹，对，登上了，这是他啊，首次登上武林擂台。这个选手他第一次来，但是只有第一局。你看他这开了一局，哇！你看他场上现在最后他第一局来看，很有特点，就是一两力量，力量大力量。对，刚才然后这个他对手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。这是一个特点。你别看这是第一次登上我们台路，但是你看他不会抢，你看这干啥？消防员打一枪了，哦，跆拳道的腿法是吧？对，要漂亮，这个后旋踢是很漂亮的，但是那个就是说距离感，距离感包括杀伤力还是。刚才用了一个懒腰的一个摔法，非常的巧。打空了之后，然后回手懒腰，然后又摔了一下，这可能是少林功夫嘛。对，我全从哪去？对，他对这个这个衣服啊，对这个头部的防守还是要手还是要拿起来啊，因为这个实际这个消防的对多一些腿法用力，对，这还到了啊，比较高，拼上肢力量，也觉得这个顶住头部，对。啊，所以说他那个他有高肩腿，然后所以说那李武啊，对头部的防守还是要保护好的。要不然他能下踢，如果你转他后面就可以。你多用腿法，你像哪个人有这种动作快，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有心理上的关系。如果你还要他他这样要削弱他这个然后摔倒的前提，你就可以避免一些其他的障碍。你要一个人睡了就打死，如果你一个人拼拳，那你消防你没法子。他节奏别节奏打乱了，然后距离又没有。力量比较大，我就拼拳上你近身，我就甩你，这是他
经尝到甜头了，这还这样打。现在这个何国芳啊，肖峰，你这样打，你看你出这个拳，你打你的衣服是这样，就没什么玩意儿。对，要用锤子打。咱们用锤子，对吧？对，对，拿更多的，对，对，啊。对，他踢到他的，他踢上去，他踢这个踢上去这个衣服，他腿都疼。嗯，对，嗯，觉得这个百姓擂台啊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从这个专业素养啊，到这个专业的这种感觉上，可能稍微差一点，但是我一定要有这个知识过人。您看这个肖峰这厉害，厉害，对，啊，单腿他单手的，觉得这个体能也特别差，包括这个命中率太差，他没距离感太大，你没有距离你就出拳，或者是我出拳了，我没有打到对方，突发这个性不太强，突发性太强了，这样他就掉下来。你的这一跟这个谁啊，跟一虎的这身肌肉有多大关系？这是他的速度。现在就是厉害，但是他现在这个出体能先出现，然后他打了第二局打进去，要是我们打一百胜还是打三局，你们两个分的。现在打了第二局，实际还剩下大概有半个的这个，现在这体能是最好的。这时候肖鸿飞出力量，到一路。因为这个，从现在看，一虎的体能下降，移动的就慢了，使得这个肖鸿飞啊，应该移动一下，打一下这个速度啊，打完就撤啊，然后进取快一点。我们肖鸿飞体能也在变，所以说啊，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训练，然后是紧张的，就是确实。这还有最后十秒钟，最后十秒钟，现在大家听到这个。这个这也是一个经验，还有一个场上的场上的这种紧张，包括紧张，然后听着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说现在什么？因为你听到什么？听不好，你进屋听听，能认出来吗？为什么紧张？紧张？百姓擂台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，南方肖鸿飞打青岛，而南方是一龙的师弟蒋一虎，第一次登上本轮的擂台，我要跳了，来个抢拳啊！少林功夫，少林功夫，这认识那种武功搞定，这是允许的哦。因为这个一虎地躺拳打的不错的。这他们是不是说的我就想这样打，就没我打一拳我没办法抱着你，我该都抱住了。我觉得那个肖鸿飞啊，因为他的腿啊还是打的还是他的腿啊，就跟打了几下，我觉得打的还是不错的。对，但是呢，他也没有一些，也都应该好好控制一下这个衣服的距离啊。这个肖鸿飞打的这个，没过睡了，把衣服打的脱了，没过睡了。变就不一样，对。我应该在想，他的正宗腿是有效果。嗯，怎么样？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将在这个2023年3月31号、3月8号演播厅，第二年这个初四日，怎么样的？哦，要知道我们当时进行中国力量赛的时候。王宏翔率领的红光啊，跟着七虎到了日本，孙武，对。那么今年这个中日要赛是值得期待。时隔五年后。看大家要是打的非常的
戏剧性，我觉得这就是表现力的重要。对，啊，我觉得可能从这个专业素养啊，从这个专业程度上，从这个他们的能够感觉到更多的，但是他们的这个个性。自己特别搞笑，对，带给观众的娱乐。因为我跟我们这个舞蹈，这个路人的这个相声歌王，带了我们两个，然后两位不同的这种想法，在一个擂台上去较量，有意思吗？好的，就带给我们娱乐观众们很有意思、很好看就行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员。30-30，二号裁判员30-29，三号裁判员30-29，比赛结果红方胜，红方胜，我们由肖鹏飞获胜。那个，我看你这个打完之后嘴唇有点发白，有没有哪儿不舒服的？没有。那个紧张不紧张？不紧张，就是。太累了，因为这样的比赛没经历过嘛，太累了。多花花体力的话，我相信打得会更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武林风。那下一步有今天胜了一虎，下一步有没有打算打一豹或者一龙？有，等我回去把体力恢复一下。一龙一豹，等着我早晚会过来。